货车车头直接拉开来，送完货来服务区休息。既然有人免费帮忙安检，八大线都被检查完毕了，都很正常，没问题。长时间开在国道上，其实很怕车子出问题。尤其高速公路的话，它其实车速比较快，会比较危险。对啊，那当然如果说车子的状况能够确保的话，那这样。 对于那个行车安全是可以那个比较有保障的。像我人家开出来，我也没有去检查油水，因为我都交给这个定期保养。 拉出机油尺检查粘度跟色泽，三油三水是必检查项目。那如果在高低线的位置里面，就是属于正常的部位。 货车重量和里程数让胎纹磨得更快，也直接进行专业检查。它高度是9.1，我们它要标准值在1.6以上毫米，也算是属于正常的。刹车，有小灯，连车灯也不放过。检查一般轿车也得用同样规格。根据统计，去年国道肇事原因中，爆胎跟零件问题分别占了第6和第9名。 3年内更造成300多人伤亡。交通部和业者合作，每年一次服务区免费安检。经由我们技师到那个车边去做，跟他做巡访，然后发现一些问题的话，请驾驶人尽速到就近的维修点去维修。11月2号到4号，在国一北上五口服务区；4号到6号同时段，在国三东山服务区。提醒驾驶人上路前做好检查，也是国道安全的重要一环。戴秀穗、陈寻豪，新竹报道。